在他伤势在炼心丹药的治疗下都耗转了许多，这是唯一能避开魔神皇警察的方法。彩儿也在一点一点的恢复。恭迎陛下。玉儿说他新近学了一支上古流传下来的舞蹈。阿加雷斯，你什么时候这么讲礼数？正打算给你一个惊喜呢。这到底是何等恐怖的行为，明明魔神皇就在我的面前，我居然连一丝气息都感受不到。你必须如实回答陛下。本皇接下来问你的话，怎么回事？被发现了吗？